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interesting places in Kaohsiung that you won't want to miss? 打狗英语通，带您用英文畅游高雄，成为高雄在地通。Daco English Classroom is on air. Welcome to KBS English. Hello, I'm Johnson. Hello, I'm Cynthia. Aren't we heading to the cultural center? 我们不是要到文化中心吗？ We are now at the front entrance of the cultural center.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past. 我们现在在文化中心的前门哦。这里已经跟以往不同了。This doesn't look like an ordinary sidewalk.这里看起来不像一般的人行道啊。No, it doesn't. Welcome to the Avenue of Citizens Art. 当然不像啊，这里是市民艺术大道。开春之后，高雄市文化中心的人行步道真的是不同凡响啊。没错，精致的公共艺术结合园区内的庭园景观，营造出美丽、优质、充满人文气息的都会生活空间。它就是高雄最著名的人行道——市民艺术大道。而今天要教的第一个单字是 sidewalk，S-I-D-E-W-A-L-K， S-I-D-E-W-A-L-K， sidewalk， 人行道的意思哦。将 sidewalk 拆成两个字 ，side 和 walk。side 是侧边的 ，walk 当动词是走路。如果当名词的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步行，例如散步可以说 take a walk， 另一个意思是走道。 side 和 walk 连起来 sidewalk 代表道路两侧走路的地方，是不是很好记呀？没错，市民艺术大道充满人文气息，只要走在人行道上，就能感受到园区内茂密树林带来的惬意哦。文化中心拆除围墙之后，转型成全开放式空间。人行道上的艺术座椅、钢雕艺术品与马赛克、地面拼画等等的艺术装置，更成为城市美学的范本。而下一个要教的单字是 citizen，C-I-T-I-Z-E-N， C-I-T-I-Z-E-N， citizen， 名词，市民、公民的意思哦。例如 ，He applied to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他申请成为美国公民。Citizen 这个字是从 city 城市衍生过来的，城市里的人当然就是市民喽。最后要教的单字是 avenue，A-V-E-N-U-E，A-V-E-N-U-E，avenue， 名词，大街、大道的意思，是比 road 还有 street。还要宽敞的道路哦。高雄文化中心市民艺术大道中边有石鼓、阳光驿站、钢铁艺术、创意公车站、琴师散步道等。为了塑造浓厚艺文风情，每周六日傍晚还有艺术市集，也就是街头艺人和文创作品的舞台哦。没错，下次去高雄文化中心看展览，别忘记花点时间观光旁边的市民艺术大道哦。打狗语通节目内容可以在高雄广播电台网站重温收听。打狗语通，我们下次见。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应用英语所合作直播，谢谢收听。And don't miss out on our next lesson right here at Dago English Classroom. We'll see you then.